Welcome back, Daisy. 到时候呢，阿布主也会创建地平线五的俱乐部，你也可以加入现有的地平线四的俱乐部来玩一玩。最后也欢迎大家加入地平线的联机交友群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就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，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。好的，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